原标题，山外有山，此人才是令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的真正幕后高手。1947年初，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战略完全失败，国防部长白崇禧提出守江必守淮战略，主张华中成立一个战区，集中兵力使用，但蒋介石坚持在徐州另成立一个剿总，以刘氏为总司令，再在武汉设立华中剿总，暗中决定由白崇禧当总司令。蒋介石此举就是要制衡白崇禧，怕他兵权太重，伟大不掉，难以控制。1948年4月，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立即与李宗仁商量，免除了白崇禧的部长，任命他为华中剿总总司令。对此白崇禧大为不满，白夫人马佩璋公开对桂系抱怨说，你们把德公选为副总统，而把我们建功拉下台了。白崇禧则公开嘲笑蒋介石，蒋老总指挥作战了，连一个交警大队一个步兵营也要干涉，弄得前方将领束手束脚，动弹不得。别人说他是步兵指挥官，我说他是步枪指挥官，两人僵化到这样的地步，白崇禧自然不会去当什么剿总司令。于是蒋介石派吴忠信到上海去劝，白遂喜不为所动，接着他又叫黄绍竑去劝，黄一到上海就打电话给白崇禧。白崇禧说，你如果代表哪个人来劝我，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黄绍竑说，当然是那个人叫我来，不过我还有自己的看法。白崇禧这才同意两人见面。见面后，黄绍竑抬门见山就说，人家都说你是小诸葛，现在我看你这个诸葛亮实在太不亮了。白崇禧惊讶地说，我怎么不亮了？这些年来你在南京不还是笼中之鸟，既然蒋介石要放你出去，你何不借此机会远走高飞？黄绍竑说，你到武汉之后，把广西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逼蒋介石下台，让德林来代理总统，开创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岂不是一举而熟的吗？白崇禧恍然大悟。6月28日，白崇禧在汉口就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之职，从此所谓的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再也搁置不谈了。几个月后，果然形势大变，辽沈大战结束，蒋介石兵败，接着淮海大战打响，蒋介石电令将白崇禧所辖的黄雷兵团和张干兵团调到金浦路南段去参加会战。张干兵团是白的桂系老本，白崇禧无论如何不让调去。为此蒋介石和他在电话里多次吵架，也没调动得了。12月初，鉴于淮海的危局，蒋介石紧急电令白崇禧指挥的第二军蒋嫡系柔沙士船运南京，白崇禧派亲信警卫团将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抵汉轮船看守起来，国防部参谋总部那点也不放心，蒋介石又不得不亲自拔通白崇禧的电话，说明东线战况如何危急，西让第二军即日东下。白崇禧则以武汉重要，说华中地区部队太少，不能再调走。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争吵一个半小时，毫无结果。蒋骂白，你不服从命令。白崇禧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气得蒋介石一把摔了电话机，大骂娘西皮。由于白崇禧不出力，淮海大战30多万大军终于坐着等死，蒋介石却束手无策。12月24日，白崇禧从汉口发电给蒋介石，逼迫蒋介石下台。1月10日，淮海大战结束，杜聿明等大将小兵全部被解放军歼灭，蒋介石大势已去，不得不发布文告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之职。白崇禧终于打败了蒋介石，局势的发展完全如当初黄绍竑所言，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
此黄少红才是令蒋介石第三次下台的高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